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这画面，就知道我们又要来抽卡啦。那这次我们要抽的当然是我赢啦。虽然说我也只看了我赢的前半段的漫画啦，到后面其实我就没怎么再追了。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抽卡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次废话不多说，就来开抽吧。首先我们先来抽奖励的部分了。反正我就各种抽卡抽一抽啦，神魔杯的先来。哎。兰德呢？大奖耶！好，有一点吃惊，不用紧，我们再抽第二张，这个永不背叛的精神，这个是圆桌的，来抽。圆桌会是什么呢？啊，没有特效，就是普普。这样我希望是那只木的啦，可以冻结的。哎，真的。好，还算不错，至少是没有的。那我缺的就剩亚瑟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合作的登录送好礼，来哦，看看哦，手气怎么样呢？哦，哇，有我哎，你看很多我，推开，是什么吗？哦，没有字，这是小奖对吧？啊，好啦，没有太糟糕，反正等下就要抽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他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也是神魔杯。神魔杯也是雄鹰吗？好哦，啊干，不要给我小奖那个大奖啊，这么吝啬的吗？新钞还行，继续，一样是神魔杯，啦，哎，怎么都这样啊？啊，我去，至少到现在都没重复啦，但是因为等一下我要抽卡，所以都在小奖，就是你是盘子，很尴尬，很尬。然后这个四强，这个应该是古币两抽，来，哇，三国，有亮眼你没用啊，两张白金，两张白金对我来讲没什么哦，道罗斯跟祝融还好，给我黑的，我要黑的，跟你们的心一样的黑黑的，今天很呛是吧？啊，昨天啊，两张都是白，伤心。切西亚跟，算了，毕竟官方送卡不期不待，没有伤害，都给你一张蓝灯来了，对吗？还可以接受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我赢的大人时间。这次呢，就是直接十连了，刚已经看过单抽的画面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看看这次我能不能拿多一点绿谷，因为这些绿谷复制人是真的爽，直接十连了，不废话。黄昏的雄鹰，来吧，来吧！哇，不是大奖！哎，只有轰叫动吗？不是有哇哇，只有轰啊，只有轰叫动，连爆喉都没有。GG， 这我的运气是不是给兰德南吃掉了？剩下都是应该是小奖没跑的了。我的运气真的是给兰德南吃掉了，切到！喂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我觉得我重开一下，好烂！不是啊，你至少给我两三张大奖，我都不介意嘛。再加上这次是水鼠大奖，哎，你不再考虑给我六只吗？来喽，第二十抽，抽！拜托，来绿菇。绿姑啊，又是你！哇，这样我又没有爆豪吗？我又没有爆豪的意思吗？哇，一张六都没有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鬼？再加上这次是水鼠大奖，哎，你不再考虑给我六只吗？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啦？好，第三十抽，敢没有红没有绿谷哎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不是没有红，红一大堆，没有爆好没有绿谷哎，哎，这次运气有点糟糕，来哦，三十抽哦，拜托啦，不要这样对我啊，来哦，抽喽，该有读取啊，说应该有爆好吧，应该有绿谷吧，拜托爆好爆好，最主要是爆好，看就是。哎，不是，这样至少五只哎。
这是绿谷，这是绿谷，所以我现在缺爆豪。哎，不要缺爆豪啊！干干！哎，不要缺爆豪，不要！亚美洛，等一下，班长新操，你们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感受到了官方满满的恶意。好了，最后五抽。那个爆豪，拜托你来，我们一张一张抽。最后五抽至少肯定会有两张绿谷，只是爆豪，爆豪，拜托，拜托爆豪 ，no， 爆豪。哎，不是应该一直都有吗？拜托爆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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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豪。我努力を燃やせ。なりたい俺になるために。再加上这次是水鼠大奖，你不再考虑给我六只吗？不再考虑给我六只吗？我还能怎样呢？你还要我怎样？但是选择原谅他。哎，不是这样，爆豪，爆豪，拜托你，也来六只好不好？爆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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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不要没有，爆豪，最后一个机会，最后一次了，爆豪，爆豪，爆豪，拜托你，爆豪。爆豪，爆豪，爆豪，干！去你的班长！这是不是代表我三十五抽没有爆豪了？怎么办？这个是肯定是初九了，但是可以换了，但是。誰も死なせない。君を助ける。哎，不是哎，为什么可以一张爆都没有？黄角洞六张啊，六张，六张，六张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干，那爆一张都没有。我去换，我去换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是没有复制价值的，这张没有复制价值，哎。官方不带这么搞我的吧？不带这么搞我的吧？我已经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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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官方不是，哎，你好了，爆豪，爆豪当然有两只是最好，但是没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已经紧了，对吗？哎，好啦，这次算运气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不知道，我只觉得官方很过分，很过分，我现在已经讲不出其他的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能说去你的官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这个结论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中间有另一个 flag， 就是说，哎，水属性大奖啊，你给我六张哦。然后我是没有想到会立马回收那一种，官方你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好了，这次抽卡影片就先到这里暂告一段落。我现在很难形容我的心情，因为我有两张绿谷，也就是两趴大奖，比四点五趴好抽哦。可是这样说又不对哦，我四点五趴有一个有六张哦。我觉得官方是不是在坑我啊？我觉得是官方设的局。哎，这个盘子又来抽咯，我们一定要让他抽得很盘子啊、哦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伤心。是绿谷有找来，那我有两只还不错，可是一只包好都没有。虽然可以换，但是会有点痛。心就这么痛痛的。好啦，不管了，不论如何，现在总算是抽到了。那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抽卡经历，看看有没有我这么有戏剧性。哎，真的，我没有跟官方 set 好，就是我要我宁可爆豪六张，我也不要红角洞六张，好吧？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我是秋天枫叶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键，继续看，可以按订阅哦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在下一次的抽卡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干，我是不是立错 flag？ 我是不应该立 flag 的啊！我的红直接六张，哦，气气气气气，拜拜。